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莅临台北青年职涯发展中心。那我们讲座在几分钟之后就会马上开始了。在讲座开始之前，有三件事情请大家务必配合。第一件事情，为了维持讲座的品质，请大家务必将手机开机，然后调成静音或震动的模式。然后第二个，请扫描 QR code， 我们讲座全程用线上提问的方式进行。然后请扫描你手上拿到的那个满意度问卷上有一个 Slido 的 QR code， 就可以线上提问。第三，防疫期间请大家务必全程佩戴口罩。那如果有需要饮水机或是使用厕所的朋友，请后方有可以自行使用。好，那我们大家再静心期待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各位今天莅临台北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参加这场讲座。那首先我们介绍与会的长官，第一位是我们台北市就业服务处的处长吴淑珍处长，还有我们的副处长王妙英副处长，那当然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唐凤行政院曾委员。好，那首先我们请邀请刘淑珍处长为我们致辞。唐曾委员，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其实说致辞不敢当，只是说我是一个主办单位，我一定要代表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欢迎各位加入这个行业，参加我们这个职涯成长的讲座。那今天呢，唐曾委员呢，他特别拨冗，他上次呢因为有一些那个国会的关系，所以呢他延到这一次来。那也很高兴大家呢还是踊跃的来参加这一次的讲座。那在这个办讲座之前呢，我一定要跟各位报告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呢，在103年的时候成立一个台北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因为在103年的时候，青年的失业率呢，尤其是102年，是台北市其他总失业率的将近4倍，所以我们在102年的下半年呢，急速的找地点，然后就规划台北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在103年的3月24号成立。那这个月呢，就是我们成立7年，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那个重量级的来给我们加持，来，请给我们掌声，谢谢我们的唐委员。其实我们7年来呢，我们就发觉到青年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方向在哪里，所以我们规划要停顿找方向，这就是我们台北青年职涯发展中心跟我们就业服务处的各个就业服务站是不一样的。我们各个就业服务处的服务站呢，主要受理一些特定对象，是失业者各方面的就业辅导。可是在我们台北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呢，做的是青年的职涯辅导，还有一个就是生涯辅导，还有一个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生涯辅导让你认识职业，让你认识你的生涯规划，那这个就是我们停顿找方向的真正目的所在。那我们希望呢，所服务的对象都是以毕业为多。那我们台北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我们希望从大学生甚至高中生呢开
始规划你的职业生涯。我们希望从他一开始规划职业生涯以后呢，那你就开始从你的职业探索一直前进到你的未来怎样的发展。那这未来的发展呢，包括你的产业的认识、职业的认识、行业的认识。因为每个像今天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针对社会？各位可以看到社会创新发展趋势。当然，这个社会创新发展趋势，包括以后就业跟创业都有很大的相关性。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不同的发展性。那我们都希望透过这些演讲，那你更清楚你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这是我们的台北青年才发展中心的目的。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最主要还有一点，我们是全国首推的一个职场体验实习。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在校生的职场体验实习，给自己加分，未来的方向更清楚，为自己定锚。这就是我们在推全国首创推的这一个。我们希望在校学生呢多跟我联络，我们都会有企业实习的工作，我们帮各位推荐。啊，这个就是我们首推的，跟我们各就业服务站不一样。那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一点，我一定要再讲一下，就是因为去年呢，跟我们台北市就业服务各就业服务站申请失业给付呢，有24000多人，是将近10年来的最高点。那我们希望说，这个行职业的改变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希望透过一些专家学者，让大家更清楚，啊，我们未来方向怎么来转型。当然，在这转型过程当中，我们为了要救急，我们也推了一个千人就业防疫计划，啊，就是马上可以拿到基本工资以上的，就是基本薪水以上可以拿到27800多块的一个公部门的一个就业工作，这临时性的工作是一个救急的工作，希望从救急过程当中，那你再寻找下一步，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那最高兴的就是，当你在做职业规划，在做职业成长规划方面呢，这个讲座就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才推这个讲座。那在讲座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到有一点非常重要一点，我们在这个监控的资本主义时代里，怎样做落实的台湾的防疫的经验。那今天我们终于请到了被日本媒体所赞誉为 IT 的数位大臣，对不对？这个 IT 的数位大臣今天在我们的手边，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今天呢的讲座是最不一样的，我不在上面，我们全部要交给我们的唐政务委员跟大家一对一的面对面的沟通。所以你们一定要透过我们今天的软体 Slido、啊、把你们的意见写在 Slido。 我敢相信、啊、这个科技的方式我们的政务委员他是最喜欢的，他更能从这个科技里面来回答各位的问题。那如果你想举手要发言，那也是 OK。可是我们希望还是透过 Slido 的方式啊，大家提出你的提问。那我敢相信各位今天一定是百战而归，预祝大家身心愉快，谢谢。处长，我们有一个东西礼物要送政委。我一定要跟那个。机会难得，我们今天想要跟唐政务委员做一个大合照。那我们请左边跟右边的走到左边右边的朋友起身，我们往中间靠拢一下。然后摄影机后方的那个朋友也站起来，这样比较看得到你们。我们跟唐政务委员合照一张照片。来，我们第一张，我们比个赞。来看前面哦，要尽量靠过来一点，嘿，这样才能够进入。然后我们再比个耶，1、2、3，好吗？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重头戏来了，我们期盼已久的
我们现在请唐凤行政院政务委员为我们进行今天的讲座，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谢谢。大家的发问是主角，那我就站侧面就可以了。那刚刚大家如果有扫到那个 QR code 的话，有相当多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那如果扫不到 QR code 的话，也可以手动的输入这个网址哦 ，slido.com，slido.com， 然后输入之后，就是可以进入 TYS0326。那不管是 slido.com， 然后 TYS0326。还是刚刚已经扫到 QR code， 那都可以直接提出问题，然后或者为其他朋友的问题按赞。那按赞的数量越高的，等到投影机终于重新打开，不过它可能让你知道先拖档一下，就是先冷却一下。问题的就是赞的数量越高，越会浮到上面。那上面的呢，我就会优先的回答。那如果过程之中任何人想要举手提问的话，那我刚看到我们已经有数位麦克风嘛，数位就是好几位的意思哦，所以同时可以有好几个人拿麦克风来说话。那举手拿数位麦克风的优先顺序哦。是高过我们的 Slido 系统的，所以随时都很欢迎举手发问。那我们表定的时间大概有可能一小时有20分钟左右嘛，所以在接下来的80分钟里面，我们就是以各位问的问题啊来当做我的演讲的题目。那当然如果投影机一直没有修好，我们就清场面也是没有关系。大家如果看自己的手机的话，应该也可以看得到 Slido 上面的题目。有17位朋友们问说，后疫情时代有哪些创业的机会啊，以及有哪些新兴的产业，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以台湾来讲，当然我们在疫情的过程里面，我们相对上来讲，终于回来了，相对上来讲，这个受到的影响稍微比较小一点。那但是即使是影响比较小一点的情况，我们也有非常多像会展的产业，像这些文教、观光、旅游等等相关的产业，不得不进行了数位转型。那在国际上面，其他的国家更是如此哦。以前像大家可能记得，我2017年的时候在联合国的瑞士那边日内瓦的一个国际论坛上面，我不是说没有办法进去那个大楼嘛，因为要验护照嘛，那所以我就派了一个朋友，然后带一台机器人进去。那因为机器人属于设备，是不需要验护照的啊。那个机器人到了台前之后，就附身在那个机器人身上，就开始跟旁边的人聊天。那当然，就是中共驻日内瓦的朋友就举手说这样是不行的什么之类。那但是主席也没有理他，那他后来也没有离开那个房间了，所以就造成一个外交上面的一个先例，就是说，从他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只是在看录影嘛。虽然录影是1秒钟之前才录的嘛，那反正就是看录影。他不是这个机器人是 represent me， 他是把我投影出来，他不是 represent me， 他不是代表。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当时可能还是被认为是比较新奇、比较有趣的一种处理方式。那大部分的资深的，不管是外交人员、官员或者决策者，都是比较习惯面对面的沟通。那但是在疫情之下，联合国大会本身其实在去年也都是用全视讯的方式在开了嘛。WHA 的2次会议也是用全视讯的方式开。我们自己在 WHA 前的这个在卫福部开的那场14国的国际会议，同样也是用视讯的方式开。突然之间，好像这个查护照啊什么东西变成不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任何人在荧幕上面都是16:9的一个小方框啊，也没有存在说哪些是观察员，哪些是会员啊等等的问题。而本来我们约不到就是他们都坚持说见面视讯会倒扣一分钱啊，那这些资深的朋友们现在也全部都约得到了，因为可能倒扣一分钱是他年轻的时候10几20年以前用视讯的那个经验。当时确实如果尤其是声音还会抽格等等的话，那确实离面对面有很长的一段差距。但是现在呢，在各国戴口罩面对面也只有2分钱而已 ，anyway。那但是视讯呢，因为有宽频的关系，所以至少在室内对室内的情况下也有个2分钱。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网络。真的网络它是可以取代马路哦。
那当网络取代马路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天涯若比邻。所以不管是在台北也好，在东京也好，在纽约也好，在任何其他的可能平常来讲比较不是国际性的大都市，比较偏乡也好，其实都已经没有差别。只要你找的题目够有趣，它是能够解决全世界性的问题的话，那一下子就可以让各种各样子不同时区的朋友加入到你的这个会议上面来。所以我想这个创业的机会是相当大的，就是以前我们是受到我们附近的这个人脉所限制，但是现在基本上只是看我们在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 scope 公园旁边的那个看起来很就是雄伟的空军司令部，但是后来我们把墙全部都拆掉，所以它变成跟大家森林公园一样的一个公园。那在里面只要走进去，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这17项永续发展目标，以及它实际在台湾运行的各种案例。那有时候我们有国际的访客，像这位应该是Stanley Clipper， 他是就是布拉格的市长嘛，捷克的一个海盗党嘛，就是他的局处长嘛，都是一些海盗，讲很奇怪，但是总之是他们比较相信这种无国界的在数位世界上面自由的联系了。那他们一来我们社创中心，看到这些 SDG 就觉得很高兴，就拿这个牌子，然后就爬到这个从来没有人爬上去的这个攀爬架上面，不然非常有海盗党的那个风范。我笑得有点僵，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垮下来。垮下来就上头版，还好没垮下来。那这17个 logo， 其实我们可以大概把它排成就是三个圆圈，就是在好比像说前几项1、2、3、4都是关于社会基本的公平嘛，终结贫穷、饥饿、健全的健康以及优质的教育，还有性别平权等等。那在后面这个6、7、8、9等等就开始跟经济的平权，好比像说良好工作、经济成长，就是我们这边的目的嘛。工业化创新，我们现在大家很熟悉的循环经济，怎么样子有洁净的水资源，这个最近是很红的一个议题。然后以及到数字比较大的，那就是关于气候变迁、海洋陆域的生态，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等等。所以像我自己在虽然现在在行政院，但是我也一面在创业，我一面在另外7个国际组织创业。那我要怎么样把我的这些兼职都是合法的这些兼职跟那个我目前的工作对齐起来呢？我就说我在台湾做数位政委的工作，就是联合国17项目标里面第17项里面的3个细项的指标，就是确保说所有人都有可信的这个及时的资料可以使用，那跨部门可以有有效的结成伙伴关系的方法，那以及我们这边做的创新，我们绝对都是无偿的、开放的，让全世界其他的地方的朋友都能够参考所谓的台湾模式哦，绝对不会说如果这个付不出钱的话，就要割让港口给我们什么，我们不做这种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子的价值主张，不用花很多的力气，只要这3个数字、这3个图标，一下子就可以透过网络，让不管是哪一个时区，任何人知道说，那我现在创业的题目是什么等等。所以，与其说你要用任何特定的题目来创业，不如说你现在创业的题目或你工作的题目，如果能够扣合这种世界性永续发展目标的话，那一下就可以把你的价值主张传递给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朋友。那本来他们可能不在线上的，所以你放在网站上也没有用，但现在所有人都在线上的，所以你只要放在社群去找的到地方，那一下子就可以结合各种各样子在做同一个题目的你们的力量，然后就变成全世界都可以来帮忙宣传你的产品或者服务、你的概念等等。这个就是社会创新的意思，就是众人之事啊，众人助之。那就是如果有追问的话他可以就是立刻跑在右下角，那右下角有的时候会自己聊天聊起来那这个是属于就是正常能量释放。那然后但是就我要讲的就是说，除了举手追问之外，也可以就是即使用 Slido， 反正每一个 PO 的这个新闻题我一定都会看到。这样有16位朋友们想要问说，找不到未来该奋斗的目标跟方向怎么办啊？那所以我们理论上就是应该先停顿，对不对？这应该是这边的标准答案。如果找不到方向，然后就是到处绕圈圈的话，那可能会没有必要的消耗掉自己的能量嘛。所以这个时候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停下来。那停下来之后呢，才有那个力气去听
其他的人，才有那个力气去了解实际上现在社会发生的状况是什么。那我们这边当然是政府，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现在慢慢有比较好的安全网，让大家停下来的时候还是可以充电，还是可以求职，还是可以变成说，那我现在我让我的好奇心，而不是说接下来非得应用什么不可来带领我。那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是已经偏应用端的，像社会创新在讲的创新，就是拿大家已知的东西去做新的应用。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觉得说，哎，我这个创新有点卡关，有点找不到目标跟方向的时候，那比较好就是先回到那个未知的状态。未知就是所谓的研究嘛 ，research 研究就是把未知的东西，所有人都搞不清楚什么状况的东西，然后透过你跟那个问题、那个作者相处比较久的时间，试着跟他共处。那共处之后，慢慢从里面找到一些未知变成已知的可能性、一些方式，然后去试试看。试试看也未必成功，那不成功你就公开出来嘛，让大家知道说，像那个爱迪生说，他只是找到99种不能够用来就是做电灯泡的材料而已。那所以每试一种也不行，试一种不行，试一种不行。只要有足够多的社群的支持，然后能够像我记得有很多社群办什么搞砸之夜啊，什么分享的活动啊，就是用各种方法把你试过什么东西不 OK， 然后不成功，然后分享出去，哎，无形之中这个你的目标跟方向就会在你跟这些社群的互动里面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不是你自己硬去为自己找方向，而是先去加入一个够大的社群，然后看这个社群现在正在关注哪些议题，然后在这里面你像拼图一样有一点点可以贡献的地方，哎，这个就会变成目标或者是方向。那如果急着为自己定义一个方向，反而可能没有时间去停下来去了解其他人正在做什么，这个拼图整个拼图长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也略配一下，就是如果找不到目标或方向的话，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亚太社创高峰会，还有线上的版本。那我们每年都会去找在整个亚太的地区正在做蛮有意思的一些社会创新的朋友。那如果你不带着任何就是你非得做什么不可，然后直接来线上看或者来听这些就是很有意思的朋友的想法的话，那今年是在板桥，所以市场不远。那我会觉得说，那很可能就会想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来。好比像说，像去年我在看这个亚太社创高峰会有一个亚太社创的合作奖的时候，那其中有一个案例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它是新加坡的一个案例它是一个本来是做电子商务，可能是类似就是线上电商，但是其实规模不大，然后也不是很找得到它的方向是什么。后来他就想说，那不如我先用它来解决社会问题吧。所以他跟他们平常其实不是很熟的一些菲律宾的移工朋友们合作，去问说他们碰到的实际问题是什么。那他们就说他们的钱汇回去之后，有时候会被拿去买酒啊、买奢侈品啊，或者赌博啊，或怎么样，反而没有办法照顾到他们的家庭、小孩啊等等需要的一些日常的需求用品。所以他们就brainstorm 就开始脑力激荡，想说他这种有点像线上买杂货的电商，跟他们这些移工钱汇回去之后会被乱用，那这两个问题要怎么样结合起来变成社会创新？那后来他们也成功的想出一个概念叫做 Be Man Go， 就是说他移工在好像我们这边或其他的工作国赚了钱之后，他不是汇回去，而是在他们线上一个虚拟账户，加进来的虚拟账户之后，直接在上面去买杂货。然后他们就去跟菲律宾的这些连锁超市啊、杂货店，甚至药局啊等等去合作。那所以他这边订了之后，他的家人去提货就是了嘛。那这样子就不会有说现金汇回去被误用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乍听之下，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这样讲一句话，可能所有人都已经听懂了。但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业务的拓展。他们本来想的这种就是已经骗这个饱和竞争的这种市场啊，像现在 Uber Eats。富片达都已经可以买杂货了，对，如果一个新加坡的 app 来台湾就是让大家买杂货的话，大概你赢不了富片达或 Uber Eats。 那但是因为他换了一个新的 segment， 而 Uber Eats 跟富片达根本没有来解决这个 segment 的问题，所以他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里面，他就帮他自己这一家新创公司找到了目标跟方向。可是这个目标方向并不是他自己凭空想的，而是一群正在碰到实际的社会困难的人跟他们一起做出来的。所以当你解决世界性的问题之后，就自然会有世界性的市场。那这件事情我想在亚太社创高峰会上面大家可以花一些时间来了解，说在去年一年有哪些新的主意正在出现。这样有13位朋友问说，
就跟唐凤是怎么样决定每一个职涯阶段要做的工作。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三个，就是这三个，我从14岁、15岁第一次创业，就是在做这三件事情。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是不管我在哪一个部门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可能在经济部门嘛，那之后投入就是开放原始码运动、自由软体运动像维基百科、开放截图等等这些呢，就是社会部门嘛。那现在当然是进入了公部门。但是我不管是在哪一个部门，我在做的事情，同样的都是 enhance availability of reliable data， 就是确保说我们有没有一些方式让大家彼此之间彼此互相不一定那么容易相信的，但是可以并用一些创新，让大家透过共同的资料，那虽然人跟人之间彼此不一定有互信，但是人跟资料，就是如果这个资料是你协助产制的，你也可以看那个资料是正确的话，那就比较容易互相相信哦。那在这以前，就是我如果举维基百科或开放截图等等，常常听众里面可能只有一半的人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哦，所以不是很容易解释。那但是自从去年的疫情之后，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了嘛。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台南的这个吴占伟、江明宗这两位朋友，在去年二月的时候发明了口罩地图。那口罩地图，当然不一定准了，就是要是如果开始发号码牌就不准了。那在去年二月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这些辛苦的药师在要举发这个口罩的时候，那排队的朋友都可以用手上的手机及时的看到前面排队的人刷了健保卡之后，那药局及时的存量每30秒就会更新一次嘛，它是减2减2减2，或者是现在减10减10减10啊。那现在当然已经没有这个太大的买不到口罩的问题了，我看大家戴的花色大概也没有几个人在问什么是口罩，但是在去年这个确实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就让我们健保署的同仁能够专注在刚刚所讲的就是资料的正确性这件事情上，但是他们不用再花力气去写好比像说像疾管家这样子的 Linebot 或者像口罩地图那样子的 App。 那甚至呢，当就是我们看到口罩地图上面说药局的分布跟人口的分布几乎完全一样，所以我们觉得很公平嘛，每个人离药局的距离都是差不多的，能够买到口罩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当时那个高鸿安委员呢，就在我们的立法院质询陈时中部长，然后他背后就是另外一个社群，就是刚刚讲到开放截图社群哦，写出来的新的口罩地图，它不是一个一个药局，它是有整体的趋势。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好像不是完全公平的。如果你看整个趋势的话，很明显的就是大众运输系统比较发达的地方，大家比较花短的时间就可以去药局，就算距离一样。但是如果是当运输系统比较不发达的地方，它可能要搭公车，公车可能几小时才一班等等。虽然乍看之下它附近药局的数量是相同的，但其实说不定它到的时候药局已经关门了。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叫做 data bias， 就是我们看到的资料虽然是真实的，是及时的，但是我们可能是带着就是台北观点在看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就会忽略说，这里面如果你是用时间来计算的话，其实是不公平的。那当时包含委员就提醒了这件事情啊。那但是因为它是基于资料所提出来的质询，所以陈时中指挥官他就完全没有说好像要提出抗辩、答辩什么，他就是说，委员教教我们嘛，对不对？那他是有这样一个态度，就是那你早点讲嘛，那我们赶快来改善啊。委员教教我们嘛，这样。那这样讲，当然高委也不好意思不教他，所以我们24小时之后，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配送的方案。那不但是按照实际需求来配送，而且在一些大众运输系统比较不好的地方，我们也就是推出了就是用便利商店进行预购的这个工作。那在台北市政府跟叶安科技的协助之下，那也测通了就是从健保署然后刷健保卡到贩卖机的这条连线嘛，所以我们后来就跟4大超商也都用叶安科技的，就跟台北市资讯局的这个连线，那变成说，大家只要插卡，甚至不用下载 App 就可以订购口罩。那我们如果一开始自满于那个在地图上面看起来很公平，那也不会有后面的这些开发。所以就 reliable data 就是让大家能够信得过的资料，而且可以去依据这个资料提出政策的改变，或者是每个人要做什么改变，这个那这个一直都是我的工作。所以我不管是在哪一个部门，我都是跟其他的部门，就我在创业的时候，我也就要跟社会部门、跟公部门。我现在公部门，我当然就跟社会部门、跟经济部门，透过这些资料来达到协作啊。所以对我来讲，并没有一个职涯阶段的一个概念。对我来讲，不是一份工作好像爬楼梯一样，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一样一路升迁上去。相反的，我是一份工作，
然后掌握到一个程度，连接到一个另外一个社群之后，就多一个斜杠，然后就斜杠另外一份工作，但本来还在，然后又斜杠又斜杠，所以我现在一个公部门的工作嘛，七个社会部门的工作嘛，所以这个斜杠的斜率已经快要变平的，已经变横杠了，就是把全世界正在做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的，就是资料治理啊、数位转型的事情的社群，全部都连接在一起。那我想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吧，就是斜杠会变成一个常态。我们以前那种什么东西都是 full time， 那如果是斜杠的话，会被说不务正业啊、不打零工啊什么之类的一些让人就是感到比较不舒服的这些用词，我想未来就会慢慢消失。那可能未来就是专心做同一份工作的，我们会尊称他一声单杠哦。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变成斜杠，那这个也是在后疫情时代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嘛。因为我的这些工作全部都是远端就可以做的，所以包含我的正职了，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的时间的调配才有可能这么弹性。如果这七份工作每个都要我实体在纽约、实体在阿姆斯特丹、实体在这个另外一个是加泰隆尼亚，就巴塞罗那等等，那这些当然都不可能说我这个每天一醒来就飞到纽约去，然后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又跑到西班牙嘛，不可能这样子。但是现在我每天真的就是透过远端的方式，一醒来就是在美国东岸，然后睡前就一定在非洲或者是欧洲那所以这也是后疫情的时候才比较能够达到的，非常已经达到横杠的程度的斜杠的状态。那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参考。那有12朋友们问说，未来最新趋势的资料分析的程式是什么？这要看你要拿资料做什么。我们在以前大家可能都听过 big data， 我们这边翻成巨量资料嘛，或者你如果拿它做决定的参考，决策参考的话，也可以叫做大数据嘛，数据就是以数字作为依据嘛。那不管是巨量资料还是大数据，那这些概念都是存在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思维就是说个人电脑或者手机它的处理的能力有限，只有大的这个 data center 啊，云端的处理才能够处理那么大量的资料。那而且呢，历史的资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判断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分析所有历史上面长得像这个的资料，才能够去做出决策。而又因为说这个资料必须要先结构化到一个程度，机器才能够处理，所以我们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清洗那个资料的水管，就是 data pipeline， 然后把它变得比较结构化等等。那这些大概在2000年或者是最多到2006、2007年了，这个还是显学没有错。那但是现在已经2021了。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手上的手机或者是这一台平板，其实它处理资料的能力都是2000几年的超级电脑的那个能力所以当年就是在大的电脑中心才能处理的，我们现在每个在我们的末端都可以处理的，这是第一个差别。那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历史资料也不一定那么有参考性，尤其是一个疫情来了之后，那我们之后发展的方向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按照过去的历史来做出判断好像不太对，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碰过像 COVID-19 这种东西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那所以怎么样子去处理当下的一直性的快速反应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小的资料 small data， 那我觉得现在是大家比较注意的。而且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它是在终端处理的话，那每个人他都可以不需要牺牲自己的隐私不需要去说好像我一定要把资料全部都汇聚在一个单一的资料库，因此也增加它资安的风险嘛。我们可以自己几个人聚起来，然后说我们想要分享彼此之间的这些资料，那是因为我们彼此关心，或者说我们是某一个这个资料的，我们现在叫做合作组织嘛，资料合作组织的一员。好比像说像台北市就有推广空气盒子，空气盒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料合作组织，每个人同意说我在自己的班上的2.5的这个空气或其他空气品质，然后大家都写入到一个分散式账本里面，那中研院的朋友来确保说这样子一种分散式的储存在数字上面没有问题。那但是在任何一个情况下，我们自己的这个空气都是我们自己管的，所以不会有说好像它这个是被中央调控，然后会在我们所没有预想到的情况下去量，我们没有想到它量的其他的东西等等的问题。每个人都是在这个资料合作关系里面，可以随时加入也可以随时解除这个关系。所以我想这个主要的趋势就是 small data， 然后这个 small data 是所谓的 edge analytics， edge computing，就它是在终端去做聚合，在终端去进行运算。那以后如果有人说，那
每次让大到一个程度，一定要去给这个公有云的这个业者计算的话，那你也可以跟他说，那我想要选用所谓的 privacy preserving computing， 或者是 privacy enhancing computing， 就是说我在交给你运算以前，我先把资料加密，先把上锁。那加密之后呢，它还是可以运算，运算完之后交给我，我再把结果解密，从头到尾对方都看不到啊，这个叫做蓬佩加密 （homomorphic encryption）。那这个我们国网中心在我的鼓励督促之下，也已经试着把它运行成功了，已经是可以商转的情况。所以以前那种好像你一定得聚合，聚合就必须要去牺牲隐私这样子一种整个监控式智能主义它存在那个技术逻辑，现在其实在技术上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在端上用分散式就可以运算，那就在端上运算。如果一定要聚合的话，那你还是可以不用牺牲掉隐私，就可以用安全的这个多方运算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意思，刚刚那一段是比较像技术研讨会，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比较技术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先这样子。那有一位朋友这个有一个快速的追问啊，能够快问快答，我就赶快回答。请教证如果不受情绪的精神影响来处理多如山的事物，很简单嘛，就是每天都睡到八个小时。那如果到就是我刚刚讲到我早上七点起来就已经在就是美加的东岸了嘛，那到傍晚七点就是已经到这个非洲欧洲嘛，已经绕地球一圈了啊、哦、那所以之后呢我就会从网络上面离线，大家都就再也找不到我，所以我晚上七点之后其实是完全没有就是工作上的人能够联络得到我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每天都可以睡到八个小时。那只要睡到八个小时，大概不管是网络上面发生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工作上的事情啊，它就有一段我跟自己独处的时间了，可以去把它消化掉。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再受到这个情绪或精神的影响。那有的时候刚起床的时候虽然有睡够，但是会觉得说啊，那就是我要看着荧幕，然后去想象这个在美国或加拿大或南美洲的东部的人，想象他跟我在同一个房间。但是你知道隔着荧幕其实很多微细的表情是不太容易看得到的，而且比较没有跟人之间相处的，就是分享食物啊，分享饮料啊，或像这边有很棒的光线，共同共享的空间啊等等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子切换啊，切换进一个人跟人之间隔着荧幕还可以有同理心的这样子一种方式呢？那我的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是去做菜。所以我现在刚醒来，那个大概就会就是开个瓦斯炉，然后就把已经洗好啊、切好啊等等的这些食材丢进去，然后就炒一盘菜，然后一面视讯一面吃哦，那对方也觉得比较人味哦，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重新建立一个，我们虽然隔在荧幕两端，但是还是可以一起吃早餐，虽然对他们来讲是晚餐了吧，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方式。那但是当然我没有时间洗菜切菜，所以那个也是我们社创中心的一家新创团队的叫做 Fresh Recipe 啊，就已经帮我洗好切好的，然后每个礼拜低温宅配过来，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把它丢到锅子里面去。大概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一天，不管是刚醒来或者是睡前的节奏。那只要这个节奏一建立，那就很容易在心情上面，觉得非常稳定、非常规律，不会说好像被如山的工作这个击倒的情况。反正无论如何，每天就是12个小时给工作，那12个小时给自己，包含睡觉的时间，然后这样。有12位朋友们问说，请教郑总，要怎么样在社会里面找到适合自己发挥的位置啊？我具体的建议就是多了解永续发展目标，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在永续这个概念里面，就是所谓的 sustainability 这个概念里面，大概就是在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后代存款，而不要从后代提款，不要牺牲掉后代，不要因为我们这一代的需求去牺牲掉可能年轻的朋友的下一代的等等这些需求。那这个呢，只要你在往这17项的任何一项来做工作，基本上去整个社会的人都会来帮助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不想要就是我们的文明传不到下一代嘛，只要还留下来的文明在地球上一定都是永续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文明跟文明之间可能有一些彼此互相不认同的价值，但是永续一定是大家认同的价值，因为如果不是的话，那样子文明传不到今天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得到的文明都是同意永续的。那但具体来讲到底要怎么样子促进永续呢？那这17个只是大致的方向，里面有169个非常详细的，就是具体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它需要的是169项事情，
我们就是实际去了解之后，那就可以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也好，我们感兴趣的事情也好等等，像刚刚的空气盒子，那我们在国际上面分享的时候就说，哦，这是永续发展目标 4.7 哦，它是一个教育的工作，确保说大家不是只有媒体的试读或资料的试读 literacy 的能力，而是有就是媒体故事的产制啊，以及资料的产制所谓的 competence 就是有它的素养。那素养就是我是创作者嘛，试读是我是阅听者嘛，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就是关于气候议题的创作者的话，那这个就是在所谓的 global citizenship， 就是每个人都共享的这个地球的教育推广上面有非常好的一个具体的贡献。哎，那只要你把这个 4.7 这个 logo 一放出来，哎，那全世界的朋友都知道说，那他可以怎么样子运用像空气盒子这样子的一个创新在他自己的国家，所以这样的概念也不需要通过我们的认可啊，一下子就就是分享到了全世界啊，就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运动。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先扣合169的具体的目标的某一项或两项或三项，然后呢让所有其他人知道说你正在对这件事情感兴趣，那很快的就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而且也可以知道说整个社会里面你在怎么样子的位置，你的上游是谁，下游是谁，生态圈里面有哪些人，这些都非常容易直接好像按图索骥，好像你到图书馆里面你已经知道你要看的书的度位时间位编号，虽然你的书名哦可能还不知道，但是你走到那一区自然所有相关的书都放在那个地方去，所以这样子的索引也是相当的重要的。有11位朋友问说，请问如何把个人的兴趣或者创意哦转成可以提供的产品，进而形成商业模式？那在这个世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创新就是群众募资。那在场可能很多都有参加群募的经验啊，因为台湾的群募不管是在量啊，还是在就是允许它失败的次数啊等等上面，都是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那如果有参加过群众募资，可以理解到就是很多群众募资者他在第一个群众募资专案的时候都没有募到他本来要募到的钱，也就是说虽然他有一个创意这个主轴，但是整个市场可能还不理解这件事，或者反过来讲他还不理解市场，所以就没有对齐，然后群募就失败。可是群募失败有个好处什么呢？他没有先起成本嘛，群募失败他其实也还没有真的投入这个产品的制造，所以呢他有主轴啊，知道市场不需要这个，那他就可以周转了，所谓的 pivot 就是跑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保持相同的初心嘛，相同的主轴。那很多的群募的朋友他可能要试到第四个想法第五个想法才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功，那甚至在他群募达标之后，甚至那些捐款的人或者是就是契约购买的人或者股权是群募入股的人还会告诉他说你的这个想法主轴虽然很好，但是执行的方式真的是很糟糕，那但是他既然出了钱就不会想要看你失败，所以他不是一般的股东或者预购的消费者而已，他等于是你的创业伙伴，然后也可以告诉你说要怎么样子的调整才真的能够形成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所以我会觉得说不管你想的那个概念是什么，好比像说像我就是昨天在看那个今年的亚太社创合作奖嘛，那其中一个得名的叫做 PICK 奖 Package Plus， 那他们用的就是可以重复使用非常多次的包装材，然后来取代网购的那种一次性会丢掉的那种包装材。那但是这个niche 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别的地方也都存在，所以它的卖的可能对于全世界其他地方来讲不一定是个产品，而是这个创新的概念，它可以去辅导全世界其他的地方想要做类似事情的人来做相同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台湾的团队叫做 Storyway， 它就是用可能它的就是伙伴的一些大企业的员工制服，很多有牛仔裤的部分，或者是个人一些已经不穿的一些牛仔裤等等，然后用一个很好的时尚的设计把它变成非常漂亮的衣服、非常漂亮的包包等等，但是呢它的这个缝制啊等等都是让就是就业比较困难或二度就业的朋友来制作，那制作之后还会签他的名字，然后讲花了几个小时等等，那有一个很完整的，不但是在环境上零废弃，那在社会上面也有社会效益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但他们在介绍的时候也说，哎，但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朋友来讲，其实他们主要的业务变成不是卖这些包包或者是衣服，而是去进行 consulting， 就是去进行业绩管理顾问工作，去辅导这些国际大企业，他们内部就已经可以开始像这样子的 upcycling
的一些就是往上循环的这样一些做法，所以理念的传播是先于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服务的传播。那但是这个理念传播，你要怎么把理念打磨到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例子，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把核心主张讲出来，那群众募资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蛮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多参与几个群众募资的方案，那另外就是自己也可以开始去创造群众募资的方案，而且一开始大概都募资会失败，然后你要已经有那募资会失败的觉悟，但是每次募资失败的时候，就是去跟你的就是早期即使你的想法还没有被打磨好，但是竟然你愿意出钱，虽然这个钱最后退还给他了，但这些朋友去问说，哎，那接下来下一步我如果要周转的话，怎么样子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子三四次之后，就会真的变得很好。有十一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哎，想要请问怎么样接受庞杂的资讯？我刚刚看到底下有个时事题，哈 ，OK， 要怎么样接受庞杂的资讯，包含长荣货运卡在苏伊士运河的困境？那这位朋友想到的第一步是媒体试读，但有时候想要知道更深入的讯息，会自己查询资料，自己查询论点。请问在处理新的没有接触过的事情跟理论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确认自己的理解更贴合真实的世界？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经常就是在网络上面理解这些新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到一些论坛，其实就好像PTT 一样嘛，像这个是 Hacker News 我最常看的论坛之一。你看目前第五名的新闻就是叫做 Is that ship still stuck？ 啊，大家看，那艘船是不是还塞在那边？大家看，底下已经有837个留言了，对，好，我们打开一下 ，Yes。已经在那边2天21小时64分钟了，目前的斜率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改进。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非常有用的一个网址啊。那然后接下来我通常会做的事情就是去运用这个我们的群众智慧啊，因为在这些都有跟 PTT 一样有推文有趣文嘛。那而且就是推文比较上面的呢，它的这个讨论也会就是比较展开啊，有时候超展开啊等等。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应该看起来是已经处理过类似事情的一些专业的朋友啊，在讲说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啊之类，所以其实就跟一般的乡民一样嘛，就是我是靠这样子的群众智慧，把推文最高的，然后把看起来就是最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的，这个叫什么专业的五楼嘛，最专业的五楼的这些讯息，想办法去看懂。那如果看不懂的话，那我就会去找他里面的专有名词。那如果到最后还是看不懂的话，那我也可以就算是我现在我在那个论坛上面有我自己的一个代号嘛，那所以我就会直接 po 一个回应。那这个回应也是有一个技巧啦，就是通常如果你只是 po 一个说，哎，这一部分我看不懂，有没有人可以解释给我听？这个不一定有人来理你哦。那但是你如果是说，这个部分我看得不太懂，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就开始乱写，那这样子专业的都会跑出来打脸，所以如果你这个比较没有玻璃心的问题啊，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乱入一个论坛，你可以承认你是新手不懂，然后我乍看之下望文生义，就觉得他一定是这个意思哦，那这样的话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专家出来免费的知识教学，那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当然还是要保持着就是理性勿战的这样子一种态度，那这样的话透过彼此的讨论嘛，这个理解就会更接近真实的世界。好，那所以有十一位朋友问说，我会怎么样子解决长荣货运卡在苏伊士运河的困境啊？我不知道，我这个人不懂就会说不懂啊。对，那刚刚我们在那个讨论串里面，已经有人说什么可以用一大堆直升机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看起来可能也是乱入的人啊，就是抛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对不对？然后对，真的还蛮多的。好 ，OK， 好，要从开罗这个开90分钟，把这些专业的建筑工人跟直升机跟无人机，好，这边真的是蛮
蛮天马行空的一些主意哦，真是相信是没有极限。对，好，我不会觉得里面的哪个特定的解决方案一定就是正确的解决方案，但是至少我觉得看这些相应的讨论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吧，不会让我们一定一下子就收敛在目前正在执行的那个方案，因为我们在做政策规划的时候，常常我们先期已经投注了一些资源，那这些资源，尤其规划的资源，会导致所谓的锚定作用，就是我们就只能讨论甲案或者不执行甲案，乙案或者不执行。但有时候退后一步看这些乡民这个胡思乱想，那反而会想出一些我们本来根本没有考虑过的甲案乙案之外的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例子啊。那有十二朋友问说，委员的思维啊，通常走在比较前面，想请问怎么样把新思维带进生活圈或者是工作间，让身边的人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甚至跟你一起行动。另外，想请问对霸凌跟如何避免此发生什么看法，以及学校老师跟家长能够做什么？那第一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让大家觉得这个新的这个做法不会威胁到他既有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像我一开始说，在 Slido 上面大家可以留言，可以扫 QR code 等等。但是我立刻就说，有数位麦克风，大家如果举手的话，那就拿一个麦克风，就跟平常一样，就开始聊天等等。结果到现在也没有人举手。但是就是说，这个一开始这样讲是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就表示说，如果你没有一开始就适应这个新的做法的话，那我不会造成你额外的风险或者成本，这个风险或成本是我来吸收，就是你随时举手，我们就回到本来的做法去，所以在心里会有一个安定感，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新的这个东西，不管是 QR code 或者透过 slido.com 的这个网址，对大家来讲，你只要付出比较有限的时间成本，可能五秒钟、十秒钟、二十秒钟，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这个效益是什么呢？就是你抛出一个东西的时候，别人看到会笑、会按赞、会怎么样？你如果去抛去像 PTT 或 D 卡或怎么样的话，那你可能要等一分钟、两分钟，有时候一个小时。才会有人按赞，有人回应，有人留言等等。那但是因为现在大家注意力都在这三十个问题上嘛，所以你抛一个新问题或你按个赞，从你抛到看到它真的发生效果，可能是几秒钟的事情而已。所以这个我也会是觉得说，像今天是八十分钟的演讲，那但是在一些尤其是中学或大学嘛，有的时候不要说八十分钟，四十分钟的演讲，大概到一半。如果不让学生滑手机的话，那就是手就会开始抖，就是会有戒断症状，真正意义上的戒断症状，对不对？那如果这个老师要收回手机，也有一些学校是这样做嘛，马上这个学生就陷入一个就是withdrawal， 就是真的戒断症状，然后就不会有那个注意力了。但是如果你给学生手机的话，就像刚刚讲啊，他去滑 Instagram， 他去 PO D 卡或怎么样，那旁边的人看到他这样做，也有让学样嘛，那注意力全部都被吸引过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在台上的老师就会非常孤单寂寞了，所以像 Slido 这样的解决方案就是说，但是学生只要一开始扫这个 QR code， 他的手机就被征收一部分征收到这个课堂里面，所以他还是一样有赞可以按，一样有这个各种的想法都可以投下去。那但是他获得的那个就是被人肯定的社会肯定的这种感觉，是比网络上面远端还要快的。而当这个近端的满足感大过远端的满足感，那大家的注意就回到了这堂课堂上面，就不会变成让大家在底下分崩离析啊等等。那所以这个就是不但是能够接受，也是能够理解，而且也可以一起行动，因为这个一起行动就是所谓的actionable， 就是立刻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做某件事情。connected 就是你做这件新的事情的时候，别人可以帮你按赞，而且别人可以受你正向的影响。extensible 就是这里面不是我预先写好三十个问题，只是要大家投票，如果是的话，大家其实不会注意放在上面嘛，而是说这上面投票的题目都是大家自己提出来的嘛，也就是自己可以去定义它。那任何事情只要符合这种可以快速行动，行动时候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且每个人可以自己设定议题，所谓 ACE 啊这三个原则，那它就是一个社会创新，就是它就可以自己在不管是各位听众，或者是你们自己以后要办演讲，就翻免费的软体嘛。如果中文翻译这个觉得翻得不好，可以找我，因为是我翻的。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把它创新的去做额外的新的应用。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新思维带入的一个方式，它并不是为了取代，而是说在旧的做法之外，我们先试试看一个新的做法，在做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省一些时间，连接起来之后大家都可以彼此肯定，而且到最后真的对大家来讲是有能够让大家更能够设定议程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在学校老师跟家长的方面哦，最近在3.11的一个事件的10周年的场合哦，我有跟一些辅导的这个小孩啊，应该都是中学生，有些小学生啊，讨论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在辅导事件之后，有一段时间要撤离嘛，就是去外地上课，那有些已经回去了，那有些还没有完全回去，那他们就说，哎，他们碰到很多霸凌的这个情况哦，就是他们同学有时候会就是疏远他啊，或者就是说，说什么你身上有辐射线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就让人很不舒服，很不开心的这样的情况。那所以，我那时候给他们两个具体的建议了，一个是说，每个人独特的经验其实是别人都没有办法取代你的这个经验，所以你有这样子一种独特的经验，要先喜欢自己。就是要先了解到说这件事情是值得分享的，因为没有任何别人能够有像你有过的那样子一种体验，所以是自我肯定。但第二步也同样重要的，就是说要把有霸凌的这件事情变成不是你自己或者是你跟你的辅导老师或你跟你的家长知道的一件事情而已，要把它弄到人尽皆知，就变成一个 social object， 变成一个大家在讨论的社会议题。所以在跟好比像说台湾的政委的视讯上面提出来，然后让在场的这个5家的那个辅导当地的新闻都报道出来，然后变成谈话节目的话题等等，哎，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因为这样的话整个社会都会了解到有这样的事情，这样事情是不应该的，然后才能够集思广益去想这样的事情是什么。而之后就是霸凌的人在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会再想一想说，哎，可是这个已经是上了报纸的事情，这个已经是大家在公开讨论的事情，那他如果再做类似的事情，应该说不定就会被，好比说手机录一段，然后就抛出去，然后大家都会谴责他嘛，所以他会有一个社会上面已经在关注、已经在看的这样子一种感觉。但是如果你默默的承受、默默的忍受，没有把这样子结构性问题指出来的话，那这样这个结果当然也不会改变了。那对于那个霸凌的人来讲，他的每次霸凌，他就不需要去就是任何不管是社会上面的或者是财务上面，他都没有任何成本可言。那如果没有成本可言的话，那就算就是。你自己转走学校或者是去了别的地方，那还是会有别人受到霸凌嘛，那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它变成 social object 也是一样的重要，所以这两个我觉得老师跟家长都可以鼓励学生说不要自己一个人去忍受这件事情，我们来找一些就是资源，然后把它公开的讲出来，那或者是说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结构性的因素，然后我们试着去给它一个名称，而且让大家一起就是也能够来看就是反霸凌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这是台北市的场子，有人问我要不要竞选台北市长。那个，我的初级在新北市啊。那不过，我也没有要竞选新北市长。我在上一次就已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了。那时候，因为我的阿妈今年88岁，我住在淡水。那从小我是阿妈带大，我什么都会问阿妈，所以我那次我就跟找我选的人说，我要去问淡水阿妈，因为淡水阿妈你知道，就是选市长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后来那小妈就说，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深化民主啊，连接国际啊，其实是所有的主要政党，4个主要的政党都同意的一件事情。事实上，他们也很少有同意别的事情了，但是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但是我如果再继续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就是为所有人工作，跟所有人一起工作。但是我如果今天要出来选市长的话，不管加不加入政党吧，那必定都会变成说，好像我只为1/4、1/3或1/2的人工作。那另外1/2的人，就算觉得我还 OK， 好比像说什么颜值什么的，但是不免也就会变。变成是说，那就一定要请代理跳入骨头。那反而对于我现在做的，就是透过深化民主来连接国际，会有负面的影响，就会有人硬去说，这件事情不值得做啊等等。那对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后来我就跟找我选的人说，但是阿妈就是说不要选了，那所以我就不会去选了，大概是这样。有十位朋友们问说，请问有哪些职业或者行业会没落或者消失？现在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虽然职业本身不会消失，但是职业里面所有我们所谓冗的，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是工具人一样的那种工作项目会消失。
那这个我们之前就是上个世纪有很多讲法嘛，说什么不合理的叫做磨练嘛，说吃苦当做吃补啊，然后还有很多啦，相信这个比较年纪长的朋友应该记得很多。那但是这些的前提都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工作自动化掉，没有办法透过就是体验设计、植物流程再设计等等这些方式去重塑我们的工作流程。所以这些事情虽然做起来让人觉得自己就好像一个机器一样，既没有原创性，也没有跟人接触，没有什么贡献，但是还是吃苦当吃苦的把它做完，这个当然很棒。但是我们现在有就是 AI 科技，有辅助式的智能哦，所以在有辅助智慧的情况下，其实任何东西它只要输入很简单，输出很简单，每个人来做，没有创造力的差异，只有速度跟精确度的差异。那这些其实你就是请一个机器学徒，然后在老师傅旁边学一阵子，那个机器学徒就自动就会了。所以我们在任何工作上面都可以去了解到体验设计、服务流程再设计等等的这些做法，都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上不要忍受那些感觉自己好像就是异化，好像当机器一样的这些工作，而是尽可能的去就是找机器学徒把它做完了。那举例来讲，像SDG 6.4，就是现在全台湾可能最重要的一个 SDG 哦，就是增加这个干净的水源的使用量，那而且确保没有漏水等等的这一项永续发展目标。在我们的2018年的总统杯黑客松，那就有应该是基隆小区啊的一些捡漏员，就是排水的一些工作者，他们有提一个想法。捡漏员大家可能知道是带着这个像听诊器一样的机器去听水管有没有漏水的专业工作者。那在当时的基隆，从一个地方有漏水到被这些捡漏员巡回听到，平均要2个月，所以中间漏了已经不知道多少水了。那但是呢，这些捡漏员的困难就是说，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听没有漏水的水管，这就是一件很冗的事情因为里面并没有什么创意可言，是有听到漏水，他们创意才会出现。因为你要怎么样的重新布线，重新让这个漏水不会再次发生，在地震或者什么土石流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样确保它的安定性等等，这个是当然有创意的。但是听没有漏水的水管，哪里来的什么创意呢？所以虽然他的薪水应该不低，但是没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当他的学徒，就对很多年轻朋友来讲，是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运用时间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这些年轻朋友呢，当时是跟政大的几位研究生非常愿意做什么呢？做一个乱机器人，当这位老师傅的机器学徒。也就是说，他每次判断这个到底是有漏水还是没有漏水的时候，那这些政大研究生就想到 HPC 嘛，然后跟资策会一起合作，想办法去分析那个地方的水压、水流量、当天的天气各种各样的因素，然后用一个 deep learning 的方式去归纳，说为什么是这位师傅会判断这个是漏水，这个是不漏水。那在3个月的就是密集的互相学习之后，那他们就已经达到70%几的成功率。所以这位师傅一醒来就可以看到 LINE 上面有三个这个说，在附近这三个地方经纬度跟地址是这个，那大概有70%几的几率是有漏水的。所以他一天巡这三个地方，大概一定有一个真的会是大部分的时间就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创造力的工作。而且呢，他的平均侦测时间从有漏水到被侦测，就从2个月变成了2天。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吃苦当做吃苦的话，那我们就算补再多的捡漏员其实也很难缩短这个时间。但是就是因为说我们已经不想要吃苦当做吃苦了，我们想要一种比较聪明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他们就得到总统的黑客松五个冠军之一嘛，也拿到了这个奖杯。那这个奖杯是一个台湾的形状，底下有个投影机，你只要一打开就会投影出我们的总统杯嘛，就当然投影出总统，那投影出总统颁奖给你的这个画面。那这个就是总统的承诺，就是说你花3个月做出来的不管什么东西，小规模的实验，我们就会在接下来1年之内想尽办法把它变成全国性的就是都一体适用的这样子一种国家政策，就好像总统的政见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在2018年到2019年就部署了这样子一种漏水侦测的系统，那现在已经全台湾都部署了。那所以这个 point 就是说，如果我们大概在工作当中都可以每天花一些时间就是停顿来找出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工作里面那些我们觉得很冗的这些事情，把它能够详细的写下来列下来，跟专业的服务设计师跟刚刚这些就做机器学习的朋友们互相讨论，那接下来就把这部分整个自动化掉，
那你的职业跟行业不会消失，但是里面让你不舒服的那些部分都会消失，而且你那个行业就比较少到年轻人，那大概是我们目前数位转型的整个方向了。那有一些词，好比像说 computer printer 在英文，其实本来都是形容人的嘛，就是去做运算的人 ，printer 是可能像排字工人啊、印刷工人啊等等。那但现在当然这些词都已经变成机器了 ，computer 是一台机器 ，printer 是一台机器，可是还是有人在做资料分析的运算啊，资料科学还是非常蓬勃发展。那同样的，我们进入数位排版之后，其实在做各种各样子视觉艺术啊、平面设计的人就越来越多，并没有越来越少，所以只是显然重复性、机械性的部分被越来越聪明的 computer 跟 printer 去执行了。但是真的在做 computing 跟 printing 这些行业的，还是在啊，并没有消失嘛。所以未来的任何行业大概都是会往这样子的方向去做数位的转型了。有12位朋友问说，请教政委，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投入创业啊，或者新创团队啊？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说，你适合啊。但是这不是因为我铁口直断，而是说我对创业或新创的想法比较不一样。我比较不会觉得说，你如果现在有一个全职工作，你要这个倾家荡产啊，去投入一个新创，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以前我们的新创没有一个好的生态圈，没有群众募资这样子的做法。没有一个好的社群的支持，好像创业那个人必须吸收全部的风险，才会有这种好像非此即彼的状态嘛。那现在就算你是全职的工作，你还是可以开始一个群募啊。你的就是公司或者是你工作的单位，除非跟你有那种什么营业秘密、竞业禁止，那你群募的题目就只要不要找你公司的题目就好了，你就找另外一个题目嘛。你还是可以用你学的这个核心职能，然后去开另外一个新创的专案。你如果一个礼拜只能够贡献2小时，那你就加入像GDB 临时政府啊等等的这些社会创新组织嘛，他们就是常常会办黑客松，两个月会有一次大的黑客松，所以甚至你一个月只能贡献出一个下午，那就是一起吃披萨啊，一起聊一聊有什么新的主意啊，哎，这样还是可以啊，你还是贡献者的一部分嘛。那甚至更少一点，你一个月只有一个小时，分散在一大堆5分钟的这种时间里面，你真的已经忙不过来了。那你有这么一大堆5分钟，哎，还是可以去，好比像说像设计流，设计流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然后透过像 iLab 啊的这种做法，你可以用5分钟的时间给一些回应，给一些回馈，说，哎，我看你的这个创业，我按照我自己的这个30年的资深经验等等，我觉得应该在这一步失败等等。那对你来讲，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可能真的只需要花5分钟的时间，因为你是专业的五楼嘛。但是对于这些就是新创团队而言，哎，说不定这就可以节省他们5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你也可以担任这种非常 part time 的业师的这种角色。那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多可能的生态圈里面的位置。而当你就是一个月贡献5分钟加起来1小时，或者能够贡献4-5个小时，或者一个礼拜能够贡献个半天，那大概到这个时候，其实慢慢就可以组成就是创业跟新创团队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成分。但是同样的，你还是不需要辞职。所以我觉得斜杠的练习吧是非常的重要。那对于可能你本来的正职来讲，不管你本来在哪一个工作的位置，很可能你的工作的伙伴也会觉得说，哎，那你的人脉变广了，或者是说你把你的公司可能本来已经到一个瓶颈，但是哎，透过这种异业结合的方式，找到了新的环境价值或社会价值，像我刚刚讲到新加坡电商跟就是菲律宾的移工结合的那种例子，所以无论如何对你的本职工作说不定也不是一件坏事。所以无论如何就是多斜杠一点点嘛，斜率稍微再斜一点点，怎么样子都是对的。但是我并不是说大家就是明天全部都要辞职跑去创业，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就给大家先讲在前面。有12位朋友们问说，对于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以及即将出社会的青年们，还有职场的资深人士们，在数位时代终身学习的历程上面有哪些建议啊？以及家中没有网络的弱势孩童，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做好数位学习的接触，只能仰赖国民教育的学校资源了？如果你家里不管是透过固网或者是4G网络499，像好像有些电信商已经469了，就是完全都没有办法接取到10Mbps。以上的网络，任何方法都没办法的话，那就是我的错，你可以找我。对，我们是宽频人权政策，理论上
任何一个家户所在的地方，透过不管是固网4G还是其他的方式，一定都要能够截取到 10 megabits per second。 如果没有的话，那真的就是我的错，所以应该不会到这个情况。我有一次演讲这样子讲完，然后讲完之后呢，我立刻就收到一封信，说他这个是他透过朋友知道我在演讲提这个。那他是什么呢？是一个刚回国的，正在阳明山什么集中检疫所。然后他说那个集中检疫所靠马路那一边确实有 10 megabits per second， 但是靠山那一边就没有哦。然后因为我说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的错，所以他就跟我说是我的错。因为你知道，就是在集中检疫的时候，如果就是没有那个影片串流影片可以看的话，会觉得14天很长嘛。但是如果有 Netflix 可以看，会觉得14天还好。对，那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不是人权嘛，怎么是没有人权哦？那后来这个不到两个礼拜嘛，我们就协调 NCC 啊、中华电信啊，就真的在阳明山那边加了一个新的基地台。然后呢，不过那时候他刚刚就检疫期满了，不过没有关系，后面的人后面的人可以用。所以说虽然不可能。说就是按一个键顺便基地台就架好，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子一个任何电信公司都没有 cover 到的地方的话，我们跟这些电信公司在所谓经济不利地区，其实还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去做协调的，所以这部分一定不是你的问题，要把它变成一个社会问题，一个 social object， 把它讲出来，我们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对于18岁以下的青少年，或者是即将出社会青年或资深人士。这三个我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可能你是17岁的一个少年，但是你的网络年龄已经有10年以上。那或者是你可能是已经70岁了，可是你就是去年才刚接触到网络，对不对？所以每个人对于数位的资深的程度跟他的年龄啊不一定有什么关系。那尤其是现在比较年轻的朋友，甚至会觉得如果一个荧幕不能滑，就是荧幕坏掉了，那这样就所谓的数位原生代啊。对，我现在看荧幕还是比较不会去滑它，因为我觉得还是比较就是上一个世代一点点，现在的世代就是荧幕就是拿来滑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要反过来，就是职场的资深人士可以去跟这些16、17岁的朋友们去学习。那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 reverse mentorship， 这个很难翻，我通常翻成见习顾问啊，但是有人翻成逆向导师啊。所以像2014年，因为我有这参加台湾山林运动嘛，那在那一年的年底。所有有主张开放政府的市长候选人都当选了嘛，包含台北市。那所有没有主张的都没当选。那所以整个中央政府就整个往开放政府来转向。那所以当时就有所谓的青年顾问团。那当时像冯源政委啊、蔡英文政委啊等等，都有所谓的 reverse mentor 的这样一个设置，就是类似专案顾问这样。所以当时我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在蔡英文政委的办公室当地台湾专案的专案顾问。那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因为他。当然非常的资深，是内阁的阁员。那但是青顾团也好，这些专业顾问也好，每一个都是低于35岁，就是都是青年。那但是我们当时被请到内阁里面的时候，大家都是称顾问，或者是就是称这个青年顾问了。但大部分青年两个字不会讲，所以就是称顾问。那所以其实，在行政里面顾问是蛮大的，就是高过绝大部分的部会的，就是常任文官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我们就会发现说，那我们不能。是指出问题，我们也要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只说这个政府都黑箱，都不进行这个实质讨论。我们就要开始想说，我们要怎么进行实质讨论等等这些做法。那所以，只要是有一个逆向导师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就是青年来指出方向。那这些比较职场资深人士去给予他能量，那有正确的新的方向，那再加上他本来人脉或能量，那就可以进入一个我们叫青盈共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我在好像日本或韩国演讲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是非常讲这个年资啊、辈分啊、年功序列啊等等这样一种文化，所以他说内阁怎么可能就是听一堆20、30岁的人来就是指点方向等等。那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我们这边也有这些年功序列的问题啊，并不是我们就不受东亚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职称就已经是像现在是作为行政院青年咨询委员了，那现在甚至不称
顾问称委员哦，委员就是感觉上就是要来咨询的，所以就更大一点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哎，对于这个职衔，它的敬重的程度其实是压过，就是觉得我很资深啊，不要听年轻人的那种比较是排辈序列的那样子一种态度。所以在体制里面给出这样子一个很 formal 的要点，然后就请这些有些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来指引这个方向，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也因为执行这个一阵子，所以我们在众议平台，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嘛，任何人都可以提点子，然后5000人以上，我们就会踹工嘛，就是出来想一想要怎么样子解决。所以最近都有很多就是很有意思的题目正在讨论，然后。公务机关物产费应采舒适地谈菜 ，OK 啊？那这些不管是就是对于环境啊、社会啊，像之前那个就是外带就是手摇饮料的塑胶吸管应该要逐步禁用啊等等的这些非常有趣的这些提案，这些上面的提案现在已经有超过1/4都是不到18岁的朋友来提出的。那甚至有一些朋友像刚刚讲到那个就是珍珠奶茶的塑胶吸管禁用的那个提案。那当时提案的人才16岁，刚满17岁吧，王轩如。那当时我们面对面这个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你会提这样子一个案？因为当时那个案非常非常多人联署，可能是因为有一个海龟什么吸管的那个照片嘛，在社群疯传。那他就说我会提这个案，是因为这是我的公民课的作业。现在就是高中的公民老师已经把发起一场社会运动联署，已经当做高一学生的随堂作业。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所以他不但真的成功的促成了这个改变，那他像他现在才19岁嘛，那他现在已经是行政院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推动小组委员，所以我见到他也是成王委员嘛，虽然他39岁，那我现在也超过35岁了嘛，所以我已经39了，所以就是我也是靠这些比我年轻20岁的朋友来指出这个新的方向，那他们指出方向，那我们愿意分享这个能量，我觉得这个就是向彼此学习了。这才是真正的终身学习嘛。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哎，最近发生许多网络上面的隐私侵害的问题哦，例如像说南投政府罚8号，这也是时事题，跟那个就是运河一样，一定会被提出来的。关于法律保护隐私的问题，请问我的观点比较支持网络完全的言论自由呢，还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控管呢？应该这样讲，就是所谓的自律、他律、法律吧。法律的介入都是说自律跟他律都已经失灵了之后，那法律好像不得不介入。但是我们这边台湾的好处就是，我们不管是透过像iWin 的机制啊，或者是事实查核中心的机制啊，或这些机制，这些机制都真的不是政府出钱或者是政府管的，这些是民间的这些社会部门的朋友自己发挥，不管是自律还是他律的这些功能，来提醒彼此说，哎，我们的不管是社群的运作啊。这些规范啊，有些会如果不设置会造成一些负面的这个社会的影响，所以它应该要就是大家彼此提醒。那只有在这些全部都失效之后，才有法律介入的这个空间。所以像之前在假讯息危害防治的这个案例里面，我们也发现说在其他国家看到一些特别是政治性的一些恶意的不实讯息的时候，常常都要求透过法律的方式，像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任何内阁阁员，就是像是我啦，看任何的媒体不顺眼哦，按照他们的这个法律，就可以要求那个媒体改标题、改内文或者下架，那或者是要求他的竞争对手都刊登对他的人身歧视哦，那所以这个当然是非常往政府集中的这样子一种处理方式。但是对他们来讲，哎，这个似乎是合乎比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公共利益必须要守护，而且媒体没有自律嘛，等等，他们也有他们的一套说法。但是在台湾这边，当然不可能啊，任何人就是我刚刚光是讲这个新加坡案例，就很多人就皱眉头了。就是对我们来讲，言论自由并不是就是工具价值，并不是说我们要拿它去换个什么，它是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倒退到戒严时代、白色恐怖没有言论自由那样子的情况。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要在有这些恶意的言论、对社会不利言论的情况下，去想说，那我们怎么样子不把这些东西强制透过行政力量下架？但是又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是对社会有害的。那我们怎么样子确保说这件事情不会变成大家都去相信？好比像说。
说什么 CIA 针对游泳隐形墨水来做票，然后这个不管你盖谁，到最后你的票都会跑到蔡英文身上等等的这样子一种，但是真的有这个不实讯息。这个不实讯息是当时我们按照这个港式调和中心啊，或者是 LINE 的那个就是检举机制啊，在我们当时是投票的当天啊，在当时是最红的一个讯息，真的就是。就是这个 CIA 提供两种特殊的隐形墨水啊，这真的很厉害。对，那但是我们解决这个的方式，并不是说把它下架，而是说当时朝中心去看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开票开到死哈，当然那就不是就是选总统，是选立法委员等等，但是他们就跟所有的在场的这些监票的朋友一起合作，因为我们的开票的方式跟美国不一样，我们是全纸本，而且每次开的时候都会给就是各种不同角度的监票员，而且这些监票员都可以拿看起来就很厉害，有摄影机啊在那边录影，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 app 可以去及时的进行计票，这个应该是应验部队啊，然后另外一个叫川渝舰嘛，那另外一个就不知道叫什么，但是不管是叫什么，就是我们即使信不过其他的政党的，那但是你支持的那一个政党的 YouTuber 总是信得过吧，所以当这三方或四方或者几方都有同样的录影的结果，或者是都有相同的计票的结果的时候，那本来的这个假讯息它就很难去再去疯传，因为就是每一个角度每一个阵营大概都有人去说，哎，现在事实上情况不是这样，或者像说我们在投票之前呢，就是2019年11月的时候，当初最疯传的讯息，而且非常有意思，因为在香港反而不传这个讯息，是说什么香港暴徒的酬劳曝光哦，杀一个警察可以赚2000万啊，那这个当然是因为就有人知道说，在我们大选期间，总统大选期间，这个很可能会变成最重要的议题，那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让我们的这个选民不同情香港的朋友，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看起来就很可怕的照片，这样。但这个照片事实上是路透社的照片，而且也没有任何可怕之处，因为他本来只是说，抗议送中逃逸的示威者里面有年轻人，全部就是这样子而已，它并不是一个很耸动的一个标题。那但为什么在我们这边传的标题，反而变成什么一个13岁小暴徒，什么拿了3万换了新款 iPhone 手机，然后什么之类的，这种看起来就很扯的这种标题，到底是谁把这个路透社的照片换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一个标题呢？对，那我们在足够多人在真的假的啊，或者是趋势科技的防沙达人啊，或者 WhoSCO 的美玉仪啊等等的这些产品上面检举之后，那市场的中心就发现说，这个新的标题其实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强安健微博独家赞助啊，那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微博上面自己变造了这个标题，然后相同的标题就开始在台湾这边疯传。那所以我们并不是 notice and take down， 我们并没有把任何东西下架，我们是 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任何人在传这个讯息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外框，然后这个外框写说，你正在分享的讯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独家赞助，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他让你不能传，但是你传的时候一定会加入这个警语，这个警语就是说，这并不是路透社本来的讯息啊，路透社遭到暴徒啊这样，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还是有一定的强制力，就是这是法律没有错，那但是它这并不是法律，我们在法律上并没有说一定要讲这个外框，那但是它可以促成每个人在自律的时候有更好的材料，那之后每个人在看到这个看起来很耸动的照片或讯息的时候，那他脑里就有一个 frame， 就好像说他自己是记者，有做过平衡报道，有做过事实查核，那之后他再看到别人转传说，他也可以提醒医生说，这个是就是由别人独家赞助的这样子一种情况。所以刚刚的开票的例子也好，或这个例子也好，大概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不管是八号好像没有在我们的 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的那个就是假讯息防治的公约组织里面哦，那Facebook 跟YouTube 就是 Google 啊等等是有的，那所以如果巴哈的经营者刚好在这边或者有看到这个直播的话，或许也可以考虑想一想啊，就是透过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那就比较不会说好像说政府一定会觉得那自律跟法律都失效，所以我就不得不这个裁罚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要透过社群的自律能够解决到一个情况，给社群足够的空间，那我们才可以不侵害言论自由，但是又可以让有一些负面外部性的言论可以不要有那么负面的外部性。不好意思，
有时候朋友问说，大学阶段我们会做些什么准备哦，来应对未来未知的工作？我具体的建议就是创业。那对，但同样的不是你就是辍学去创业哦。那我是辍中学去创业，我没有念过大学，所以我不知道大学辍学创业是什么状况。那但是我会觉得说，现在很多在大学里面其实就已经在把创新创业当作你取得学分的一部分。像我们高教生跟里面大学社会责任，就是说你有一些新的想法，创造一些事业或跟地方的事业合作来解决地方的问题，那不是像传统上那种服务学习，是人家已经定义好事情就是去做那些事情，而是说你是有点像地方的智库可以做这方面事。我有看到有人举手，是不是？好的，那是不是要补充这个问题？来请我们数位麦克风麻烦递一下，用类比的方式传递比较慢，稍微等一下。OK 好，来请。唐中文，你好，我现在是大学生，然后也是一个社会新创的创办人。那我们是在做，我们叫 Miss Eco 是环保外送，在用使用循环餐盒的外送平台，过程中没有一次性的垃圾。那我想问唐中文的是，我们现在就是资本非常非常的少，那在对于一个月的社会新创来说，要用什么样的方法筹措资金会比较适合？是应该要创业比赛呢，还是要政府借贷或是补助？你的那个品牌名称可以再讲一次。Oh, 叫 Miss Echo， 一口蜜食。Miss Echo。对对对。OK。好，稍微看一下。OK， 所以。目前现在这个是就是你们自己独资嘛，还没有，还没有 Angel Round 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刚刚开始的一个题目。我觉得那个 logo 跟slogan 都很棒，就是很容易记，嗯。然后那所以为什么是私人章？好 ，Anyway， okay, 好，可能有同一通信。OK， 那所以你们现在的做法是说，好比像说跟人力居嘛，之前我也常常去人力居，那合作，然后变成说他们每次要外送的时候，就等于你是独家伙伴，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做法。OK， 那为什么你现在会需要增资呢？是你想要就你的扩张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目前是只有针对就是非常环保理念的朋友，那我们现在在行销上还有在餐盒的购买上都还没有资金。OK， 所以就是你要克制你自己的这种餐盒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当然，我一下就想到人寿，那就是他们当然花很多力气去做，就是品牌定位，所以我就一下会想到。但其实做这个题目的很多，我们在就是社会创新平台 SI.台湾上面哦，突然网络断掉了。好，那在 SI.台湾等到有网络的时候，那上面有一个就是在讲循环包装减塑的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里面有非常多已经在做这一方面的设计的朋友，所以我具体的建议两个，一个是说，或许你现在是可以邀请他们进行看 contribution， 就是不一定是给你钱，而是说可能他们最新发明的那一些循环的这些材料，那预先的给你去做 early adopter 去做试用，因为他们在试这些循环材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第一线的人的回馈嘛，那你是用这个回馈去换，就是他们可以直接给你看 contribution， 那这样虽然没有金钱的交换，但是你的这个就是拓展商务的人脉可以一下子就拓展到比较多人，这边这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募资在一开始出这些案子的时候，它都不一定是真的你全所有需要的钱能够从群募拿来，但是如果你开始一个群募的话，那至少就是你刚刚讲，我刚刚讲的这些生态系的合作伙伴就可以帮你有东西可以宣传。现在如果只是分享你的 Facebook 或者是你的 Instagram 的话，它其实没有 call to action， 就是我不知道我来这边之后我下一栋可以做什么，
对，因为毕竟就是我已经吃饱了，对不对？不可能现在马上外送。那但是如果他的这个分享的连接是一个群募的连接，然后你有各种等级的回馈方案，那或者甚至你除了一次性的这种之外，还有订购型的，像我刚刚讲到的享受好食，它就是我可以连续订两个月，那每个礼拜它就是挑一个周末送那些食材来我家，所以我的这个冲动购买就表示我接下来两个月就不得不一直吃他们家的东西啊。对。就是说你有一个 commitment 嘛，那有这样的 commitment 下去，第一个他就不会想要看到你失败，那第二个说对他来讲，在这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的合作期里面，那他也不断想到什么想法就可以回馈给你，等于你跟他不是 transactional， 不是一次性的关系，而是 relational， 就是他跟你之间已经有一个类似像共创的这样子一种关系。所以我具体建议就是说用不管是订阅式的方式或者会员的方式，就直接开始群募。那开始群募你不一定真的募得到钱，那但是你会摸到很多就是有善心的朋友，就是愿意分享他的这个经验，然后给你参考这样子。祝你创业顺利。好，那我们就剩四分钟了。有真的朋友们问说，台湾在2022的时候啊，毛小孩的数量大约是新生儿，所以不知道对于未来宠物医疗需求变大的社会，对于宠物的科技跟医疗政策不平等上面有什么看法哦？这个不平等是说跟我们的全民健保比吗？如果是的话，那真的蛮不平等的。对，不过全世界的健保跟我们比都不太平等，就我们人的健保是有点做得太好了。对，那我会觉得说这里大概两个方向，一个是说因为目前就是同伴动物的保险还是处于共产的产物保险嘛，那然后如果是好像米克斯的话，那甚至估值或者保值很不喜欢这个字，都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去计算。那我会觉得说一定程度上面让有点像德国那样子，就是动物的生命权，同伴动物的生命权或健康权那入宪，那它有这个宪法，那接下来我们才有法律上面去把它 classify 成就是动物的保险或健康保险。我们这边对于就是健康、学习、通讯这些基本权利，我们都是用社会主义的角度去想的嘛。别的像医美啊，才是资本主义嘛，就是刷健保卡就是社会主义，刷金融卡就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双核心嘛，双核心。那所以因为这里面在讲的是说医疗需求跟政策，那因为目前它被 classify 成共产，所以它现在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那但是我们的全民健保是社会主义世界里面最好的一个健保，所以两边就会产生极大的反差。但是你要把它移到社会主义核心来，就像 CPU 放到 GPU 去运算的话，那你要先在最一开始的那个分流的界定上面，让它能够变成社会的一部分。如果变成社会的一部分，变成类似好像 resident 好像住民一样的这种感觉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去用我们在健保的这种制度上面非常非常多很棒的社会创新，那去应用在这个同伴动物的身上。所以现在因为刚好各大党也在讨论修宪嘛，那以我的理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题目。所以我是蛮鼓励大家多关心这个题目。那我们越早能够把就是动物权或动物的生命权啊等等入宪，那我们就越有这种法律工具去比较釜底抽薪的把它从就是资本主义核心移到社会主义核心来哦。好，那可能最后一个是一位朋友问说，现在社会很强调数理科学跟生化产业哦，那这个脉络的话，人文跟社会科学哦，可以在未来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哦？我是觉得人文跟社会科学是把人跟人连在一起。那传统上面我们想到科技，想到创新，常常在台湾因为制造业为主嘛，在以前都是想到自然科学、工业创新，就是把机器跟机器连在一起。那这个台湾同样是非常新的、非常棒的传统。那但是在未来，为什么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社会创新？就是因为把机器跟机器连在一起的工作，越来越就是机器在做的。那这些部分大概都自动化了，大部分的这些就是做制造业的朋友也发现说，越来越多的顾客希望的是客制化的，是刚刚讲 relational 而不是 transactional 的，那他想要的是那个服务本身，而不是说能够递送这个服务的产品等等，所以他越来越需要跟人面对人去做服务设计、体验设计、流程设计等等的这些设计工作。所以我会觉得说，人文跟社会科学的朋友，当然一方面还是可以保持一种你知道批判的或者是艺术创作啊等等
等等这种态度，这还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希望在产业扮演角色的话，那就是可以透过像社会创新的这个角度，去用设计的角度，去把我们本来这种可能比较冷冰冰的面对机器、面对产品的这种角度，切换成说，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决定。像刚刚讲到的，不要把它想成顾客，想成共同创作者。那这个绝对是人文跟社会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一部分的工作，大概是最不会被机器所取代，所以各位反而比较没有失业的问题哦。好，那今天就先回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唐凤中委员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然后相信大家应该收获满满嘛。那请大家等一下离场的时候，把我们的那个问卷交给我后面工作同仁，然后也请不要忘记你们的携带物品。好，那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唐凤中委员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也谢谢各位朋友的莅临，谢谢。